终于了，终于给我中！我们趁着傍晚来岸边碰碰运气，看看今天会不会有收获。这给你，就待会可以把鱼养在里面，保持新鲜。然后今天用的是沙丁鱼来当饵。 先来组装，好了，基本上钓组就像这样，前导线加这种三叉的八字环，然后这个就挂鱼钩、沙丁，下面这一条就是牵的线，那我们就甩出去等吧。 调整好卸力，免得杆子直接被拉进水里。就有鱼拉，至少有线会出这样子的张力就行。然后挂上我们铃铛，有鱼来咬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提醒你，然后就赶紧过来看钓竿。啊，那我们就等就好了。刚刚这个钓竿都被扯到抖了一下。哦，中鱼了，中鱼，中！ 这只鱼体型应该不错哦。哇，那个铅挂底了，不过还好。 现在水还没有很深，哇，是一只死手鱼科哎！先把这个铅解下来。 哇，不错，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。之前的咬口都很小，都是来偷吃的。这只鱼不错，这是死手鱼的，啊，很漂亮。 把它放回去。嗯，它回去了。